好，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柯文哲案哦。那现在呢，绿媒这位女记者她是不是犯蠢呢？好，这个是破绽，好，公出了消息来源吗？那现在也被批评说，党检媒是一个复合体，好，在毁坏司法。好，我们要先看到这一位就是绿媒的这个记者，好，他就讲说他的消息来源，他说200%的信赖程度，而且这一条线我经营了7年，哈，剪掉线至少7年的时间，好。那我们要来看的是呢，黄光芹，哈，媒体人他就讲了，他觉得他根本是犯蠢，因为他把消息来源揭露出来，现在是当全台湾资深的司法记者都死光了吗？唯独他傲然独立，这则新闻他没有拿出大证据，最大的破绽是听了对方说了什么之后还可以跟不同的人来查核，想必他一定独家查核了柯文哲或沈庆金吧，才可以得到独家中的大独家，哇，足以请电视台来帮他报奖了。好，我们要继续看到呢，我看一下哈，好，立委吴宗宪他讲，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侦查不公开嘛，那所以违反侦查不公开的情况，现在呢已经是一年比一年严重哦。立法院呢，本会期就会邀法务部长郑明谦跟廉政署长冯晨要到立法院，就侦查不公开的这件事情要进行专案报告，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违反侦查不公开，可是都没有责任，都不用查吗？好，有啦，北检说要分他自案调查泄密，但会不会不了了之呢？好，不知道，难道只要检察官一句话随便带过就没事吗？好，我们看到呢，侦查不公开，但是案情细节却透过特定的媒体，好，来渲染、来报道。好，我们要往下看哦。现在呢，这个包括国民党的立委赖世葆讲，检联呢跟这个媒体一家亲的勾结泄密，是要洗脑阅听众，再依照全民共识来办案，这对当事人来说是一个司法迫害。违反人权也刑诉了，赖政府想要操纵司法来打击异己、打击政敌的意图昭然若揭。好，我们要看到亮哥说，到底这个记者敢不敢澄清说自己没有动政治动机呢？因为很快就要选举了嘛，到底有没有政治动机呢？敢不敢开记者会来澄清啊？好，我们看到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讲说，其实不论喜不喜欢柯文哲啦，无罪推定、正当的法律程序，这都是不容动摇的价值，更不应该因人而异。那么这样的一个办案的模式，今天是柯文哲，可能明天就是你我了，就会发生在你我身上。好，我们要看到这个监察委员高永成哦，讲到了说这个剪掉呢调和媒体确实有共生关系，而且呢我国诉讼制度使然，经常必须要先强制处分再搜集证据，所以就会出现呢，现在也是这种押人取供的一个问题，先把你羁押起来，然后呢再进行调查，反正呢羁押期限2个月嘛，而且还可以延一次，所以总共4个月的时间。好，同时他讲了剪掉呢检警调跟媒体彼此有需求，甚至多少需要透过媒体带风向去办案，好，去透过媒体真的有一些放话吗？好，当然呢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其实都很多都是从这个特定的媒体来知道相关的细节，你看啊，包括这个 USB 1500沈庆金的这个部分，还有呢相关的所谓的金流存款，这个 ATM 存款存多少钱啊，还有所谓论功行赏的名单等等，这都是特定媒体报道出来的。那现在呢这个绿媒的记者呢，好，是不是有公出他的消息来源，讲说呢就来自于检调嘛，好，亮哥就点名他，好，这个是不是2026有没有要选，好，不然你应该要开记者会来否认啊，说你没有加入郑国会，2026不会选，不然为什么两个法官都否定了这个 USB 是有效证据，但是特定媒体却执意炒作呢？只能够说你这两个媒体就是纯粹为了炒作收视率，不然就是对柯文哲恶意嘛，不然你要做什么解释？而且这个记者本来就很政治啦，很政治啊，就是有想要选举嘛，
他的师姐就是陈乃瑜啊。陈乃瑜现在已经是民进党的新店的议员啊，所以这个等于是他的一个投名状啊，政治表态啊。他去年打侯友宜的卫药案嘛，那今年打柯文哲嘛，这是光辉的资历啊。不然你等着看，看他2026会不会出来参选。而且三立的记者出来参选又不是只有他们几个，还有很多嘞，还有一个当不分区现在已经当到第二届的林楚英嘞，对不对？而且据传已经加入政国会，不然请他明天出来否认。他原来是海派的是吧？没有没有，政国会。因为陈乃瑜是政国会的。那那个政国会还有卓冠廷啊，有王义川啊，这些都是三立的常见的来宾啊。这个背景摊开来，大家好像就懂了，对不对？没有了，因为海董过世了，那三立就比较不想搞政治了。那个张董没有对政治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政国会的来宾的公职啊，党职公职都常常上三立嘛。那当然他会得被那个学姐所鼓舞嘛，林楚英啊，陈乃瑜啊，不然他明天开个记者会嘛，说他保证不是政国会成员。2026不会参选议员，好不好？你公开出来讲，表示你没有政治动机。因为我跟你讲啊，已经被法院认定，而且吕正业还偏绿法官，他是判羁押的哦。连吕正业都认为那个证据不是有效证据，啊，那你还要硬吵，你是什么意思啊？我讲白了，你三立是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恶意要抹黑柯文哲嘛，不然就是你为了赚钱赚收视率，那我就没意见了。你可以赚你的收视率啊，啊，可是这个是法院已经拒绝的证据，非常明显，你还要硬炒作，啊，然后今天还要进一步做了一个假的清单出来。原来柯文哲11月1号见了6、7个金主，吓死人了。对。怎么可能在一天见了6、7个金主？因为他会分身，宋七力一样。我跟你讲啊，那个资料一开始是一个用假名的英文名字出来，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伪造了，说这个是民众党里面的张姓党工暴露出来的资料。我跟你讲，这个100%是1450搞的啦，就是你就是这么堕落啦，你知道吧？就是你有记者想参选就摆明嘛，你有记者参加了政国会就摆明嘛，不然你就出来否认啊。他没有参加政国会，没有要参选2026。你出来讲啊，那不然你再说啊，就是你这个明明就是被台北地院拒绝的证据，为什么你还要炒作？你是怀疑吕正业法官跟这个朱家毅法官的判断能力吗？所以有没有政治动机？或许就让子弹飞一会儿吧。好，看到现在呢，这个女记者自己抖出了消息来源是检方，前立委蔡正元他就举例说，黄世明泄密为例，最后遭判刑，而且退休金都没了。前大使介文吉也找出了法条，涉案的检察官这下恐怕惨了。我这个是第一次有人讲说他的消息来源是检调人，对了，就是他第一次，从来没有过，以前都会讲说我消息来源啊，媒体朋友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特定的关系啊，没有人讲直接讲，就是检调人员。所以你请问你检调人员，你们今天该如何自处？没有调了，检了。对，他是对，因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调查这个角色，他写了这条检调的，事实上就是检方了，检方，因为调查局口语上这样讲，对，所以只有检没有调。如果是检方的话，请问你是在断送台湾的法治前途？是啊，断送大家对于法院跟台北地检署检察官的信任，这个是无比严重的事。这等于是这位记者是指控说，我的消息来源就是检察机构给我的啊。请问你自己都讲刑事罪犯，因为这个是机密保护法里面要侦查不公开，这个机密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公开的，对，因为王金平跟柯建铭两个人的监听通话记录，当时的检察总长不是一般检察官哦，拿去给这个马英九看，最后法院怎么判？黄世明检察总长哦，2年泄密，
两年泄密罪，还有呢，退休金全没。你想想看，因为职务犯罪嘛，他不是其他的犯罪嘛，他退休金全没。那所以我们就质疑一件事情，怎么有检调人员明明知道这个是这么严重的犯法，然后还提供了给他经营七年200%信任的管道，你告诉我，这问题能够当作没这回事就过去吗？这个行为哈，属实的话犯刑法132条，这一条是哈，公务员泄露或交付关于中华民国国防以外应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这个犯了刑事罪哎，对你这个，而且对方已经等于说，这是他已经招了，是不是应该进行约谈程序了？公布这个事实了，约谈搜索。你这个检调机构，你还能就，所以他要搞个他治案。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认真的去处理这个案子？这种案子哈，泄密在机关里面是不难查的，因为他经手人有限。哎，任何这种资料的话，如果涉密的话，他不会让所有人知道的。我们以前在公务机构哈，我办的案子，我旁边做。桌子旁边我都不会跟他谈，因为如果机密泄露是我负责，因为他也不经手这个案子，所以这个啊泄密案是非常好查的。好，说好的侦查不公开呢？那对此，时事评论员谢寒冰他认为，这次闹这么大的关键就是在这位绿媒记者，他有直接讲出消息来源就是来自检调，所以逼得北检必须分他资案来进行侦办泄密。好，那这位绿媒的记者呢，对于检方他资案要侦办，他回应一切配合检方调查。第一个啦，我们过去当然自己都有自己的线，可是没有哪个250会自己直接告诉人家我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人这么蠢，不要做这种傻事。那第二个呢，这跟你跑几年没有关系，而是你有没有刚好跟到这一条线，然后他有没有需要把资料泄露给你，这个才有关。这跟你跑多少年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一次很明显就是北检有人故意希望媒体来报道这件事情，所以刻意放给这些记者，而不是说记者长期去挖掘的一个结果，大家不要搞错方向。那兵哥，你们自己在采访遇到这种事，有可能会遇到所谓侦查不公开，那你们通常会怎么处理？这样如果说有人放个消息给你们，其实很简单，就是过去我们处理这些东西，你要第一个看它是不是符合公益性，如果内容都是一些八卦或是都是一些完全没有办法证实的东西，我们你自己要去斟酌到底适不适合报道，因为这个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争议。记者本身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但是北检检察官可是有的，所以这些消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我们自己身为媒体工作者，你自己本身要去拿捏衡量这个轻重缓急。还有这个记者现在已经明确指出，就是北检告诉他的，因为他说就是他跟着检调的这个系统，那直接指明是北检，那北检都不用出来告诉大家到底是谁泄露的吗？还是按照你们办柯文哲的办法，是不是现在北检应该全部拿去羁押？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